请观赏英雄世家。应该我叫你原谅我，唔才对。你唔同安尼讲，咱自少年啊，大庭到老，我一直想讲吼，我拢有咧照顾你。其实我根本就无咧照顾你，无咧关心你啦。有啦，大一直都真照顾我。善后的代志，是我家己的责任啦。我以后责任。我哪有甲你关心，有甲你照顾？你咧外口的代志，我应该会了解。我就是无关心你，你只关心些代志，甲你只即款证明出来。大，今仔即款的朋友，拢还是咱俩的个性，我会晓唔敢面对现实。这便是今仔的朋友，我开始，好不好？叫你们起来啦！四旺，该走了。四旺，要不出门，等麻烦大家四旺照顾你。你安心啦，就拜托你。好。你听到我在叫你吗？如果你听到，你一定要回答我。我爱你，永远永远的爱你。
我求求你醒过来。向辉都没有醒过来吗？没有。还有。妈。已经体光斑状，医生说苏慧可能是严重的脑震荡。啊，会不会从此就昏迷不醒呢？不知道，还要再多观察两天才能确定。启明失踪去了，叶玉美也去写，坤迪也去自杀，到即摆许向阿又讲你阿去啊，唉，受呀。给咱一家家也是真歹命，天公伯啊，你着甲保庇啊，我无代志哦。哪会安尼啦？一个这尼啊乖、这尼啊好的查某囡仔，哪会安尼这歹命？这昏囡仔哪来吼？我是要来甲伊交代。苏慧想要举枪自尽，表示她真的不想活。经历过那么多折磨，淑慧真的是生不如死。我能够了解淑慧想死的心是多么的凄凉。可是哦，你大哥忧郁还是很爱她的呢。丈夫的爱真的抵得过女性尊严被人践踏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从今以后我们全家人都要想尽方法来帮助淑慧，让她克服心理上的障碍，重新过正常的生活。玉珍，你实在是真体贴，真也替人想一个查甫囡仔。对啦，人吼会晓关心人，会晓照顾人，安尼才是英雄。你已经昏迷这么多天了，为什么还不醒过来呢？老天爷，如果可以用我的生命唤起淑慧的苏醒，请你夺走我的生命，让淑慧快快地醒过来。我求你，我求你醒过来，淑慧。玉美啊，你已经几啊天无睏啦。先回去休息一下，要让你的身体自在不调。有耶所讲的话，你是有听啊无？你甘愿用伊的性命来换你的性命吗？
我都听过了，你这个当真烦恼你的病情，所以你定要赶紧精神，唔通让大家失望啦，天啊！ 应该出发的人是我，是安怎你不爱来出发？你偏偏来出发，我的心肝叫小鬼啊！是安怎你的？小鬼啊！小鬼啊！ 定着紧精神，上听你阿公，来要看你，你知吗？小辉，小辉啊，小辉啊，阿公哦，足烦恼你的身体。阿公知影你爱看布袋戏，今仔日哦，专工来才要搬互你看呢。小辉，小辉。 阿公来啊！你到外口外去，阿公要搬布料，你看，你落爱看阿公搬，阿公会搬你看。第一，第一，第一啦，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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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所以我介绍我这营养局的大人，韩阿布斯，如果来去玩游呢，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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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将啊，来将你无动，将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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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达第一，大。 小伟，阿公来搬你个棺木，你若看阿公爱看阿公搬布地，你紧静静叫阿公每日过来搬你看。小伟，阿公要来搬伊，我你看咯。阿爸。 三天三夜不吃不睡不吭不哈的，你怎么整天这样失魂落魄的？来，喝杯牛奶吧。我们喝一口就好，一口。爸。 大哥再这样下去，他会崩溃的。我们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？英伟啊，英伟啊，小虎爷今仔日安尼，我知影你心肝内真艰苦啦。但是这不是你唔对啊，你唔通家己责任担担个。 是啊，大哥，阿爸说的对，你是为了救淑慧才推了他一把，你是一番好意嘛。幼儿啊，当淑慧这么人，你病，啊，当你在你烦恼嘛无路用啊，对。幼儿啊，因为迄几工啊，油头甲面，也唔食也唔困，干那坐车唔讲话，安尼淑慧也咁咪好，应该你拿来淑慧也好。 你着去甲关心，去甲伊较接近的。哎，恁两个不但是阿爸，而且感情也真好。
你若较该关心的，较该接近的，去甲顾，关系好嘛无得讲，啊，较有精神的啦。是啦，幼儿啊，恁阿爸你讲拢对嘞，你有听无？啊？你敢知影阿爸？我希望讲你会当精神过来。也毋过，阿爸了解你的个性，总共让你精神起来，你嘛无迄个勇气通我继续活落去。小辉，你是毋是甘愿死？也无想要精神起来。你放心啦，等你若是精神起来，阿爸会想尽办法带你离开这个所在。但不要惊，来去无人捌咱的所在，斗阵来生活。阿弥陀，小辉啊，阿爸咧甲你讲，你是有听无啊？小辉，小辉啊，玉姨啊，怎么办？吃点东西吧。玉姨啊，我不要，我吃不到。要不你当去吃饭，小辉啊，这里，我出来。小辉，小辉，小。蒋先锋想要的，从来没有要不到。蒋先锋敢要的，就是用尽暴力，我也敢要。嘿，你这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，你杀了我吧！我会杀任何女人，就是不会杀你。我宁愿被你杀死，你杀我吧，你杀我吧！我不杀你，我要你永远的记得我。凡是属于林有义的东西，江先锋统统要霸占过来。不要，啊，走开！不要，小心！没有啊，伊来叫你爸爸，对啊，就是的，伊都死了，就是他一直不敢公开的，是他擅自的。不要！淑慧，淑慧，你不要怕，淑慧，你不要怕，我在你身边，我在你身边。
我就知道你会醒过来，我就知道你会醒过来。我是有意，淑慧，你起来看看我，淑慧，你起来看看我，淑慧。保庇少爷吼，紧醒过来，身体健康平安。不错，阮全家伙诚心诚意咧求你，你着灵声，着保庇少爷紧平安无代志，顺遂哦。阿爸。日本那位杨先生来找您了。多谢了，杨先生。就是在228事件发生之后，曾经写信给有意亲生母亲那位杨先生，大哥不是一直希望跟他碰面吗？啊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。爷爷，万年天官。你好，我是住在日本杨先生的儿子，我叫杨万千，家父的名讳是杨朝明。好，杨先生你好。你好，请问一下。陈启明先生的儿子在吗？好，我就是。我叫林有义。你好。这位是我太太，秋霞了。他是有义的弟弟有贤呐。林太太你好，有贤你好。你好，杨先生。令尊没有跟你一起回来啊？家父到日本之后就过世了。坐下来喝个茶，大家再聊嘛。来来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，来坐坐坐。来，姐，来，有意，这是家父的笔记本，留给你做纪念。那我爸的影带是不是你爸带出来的？家父在228事件被保出来之后。就被我阿公送到日本去了。好，令尊有没有说有意的爸爸陈启明的下落呢？家父到日本没多久就过世了。那我很多事也是从家母口中辗转得知的。那你妈怎么说呢？她说大概的情形是这样的：家父和令尊是同时被抓的。家父被保出来之前呢，令尊交给他一条领带。同时交代了几句话。他说：“如果我陈启明不幸死了，请交代我的儿子。这是一个历史的悲剧，要原谅这一切，原谅对方，这样在这块土地上的人才能够有真正的出头天。”有义啊，你有听不？你老爸瞎讲。我无罪，要骄傲地活下去。讲爱宽容对方，伫咧这个土地的人，才会当真正出头天啦。陈启明哦，确实是一位真了不起的英雄。
小慧啊，小慧，你真是良心吗？啊，这是什么地方？这都病院啦，有爷应该恁出来病院，你已经昏不也讲啊？你知？啊？我没事。无啦，你是干那昏钱尔。 听到我连一家口足烦恼哩，也有伊也是安尼，规工拢走去安尼求神托钵，啊！在你精神起来，谢天谢地哦。我已经没有脸再活下去了。小慧啊，你千万你都唔通想袂开啦。小慧，你放心。 阿爸会好好照顾你，阿爸会想办法带你离开这个所在，但永远离开台湾，来去一个无人捌人的所在，跟咱爸仔囝斗阵生活就好，安尼好。你是千万袂用的想死，你若是死，你是要叫阿爸一个人做孤单老人生啊？ 家父的笔记本写的非常凌乱，也很潦草。不过呢，写来写去啊，都在“醒思”“宽恕”这两个字，希望能给你带来些什么。老弟子，哎，老伯子，家母这几年来一直没有给你们回信，是因为……我知道了，是因为怕我的希望破灭了。家母呢？ 是不忍心告诉你们，家父已经过世了。他的意思是让你们怀着一份希望，希望有一天能够看到家父和陈启明先生回来，然后你们亲手把友谊交还给陈启明先生。是的，我也是怀着这个希望，一心一意的把友谊抚养长大。可是，安尼等你十几年哦。 凯明甲阮失踪嘛是甲这样阁无消息，失踪哦比宣告死亡也较有希望的啦。唉，我伫咧这世间啊，唔知影会当活偌久啦，但是我是希望在生，会当甲凯明见一个面的。阿爸。 杨先生，你今天来啊，让我回想很多过去的事情。当时台湾光复，日本人倒转去，大家真欢喜哦，想讲以后会当好过日子，免让日本人欺负啊。现在讲。 228，不只是本省人受伤，外省人也受伤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受伤。对，每一个中国人都受了伤。家父也这么说，他一直在教育我们，要以身为中国人为荣，以做亡国奴为耻。所以我们一家人在日本。 一直没有入日本籍，我们就是以身为中国人为骄傲。杨先生，你们这样做啊，我很钦佩，很钦佩。谢谢你大老远从日本赶回来，还把你父亲的笔记本送给我。哪里，这是应该的。家母说，家父在临终的时候，一直在念着令尊的名字，我想，他们是生死之交。 我当然应该回来看看他的后代了。谢谢你，爸爸。自从知道我跟大哥身世之后，我才深深的体会到，肯用爱心与耐心来养育别人孩子的人，才是真正的英雄。
优先说的是阿爸阿母还有阿公，你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哎，其实你们一家人就是英雄世家。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我们是平凡人，平凡的家庭啊。那讲英雄哦，就是咧这个土地打拼的人，才是真正英雄。小鬼啊！阿爸总是感觉讲，咱两个爸仔囝安尼偷偷啊走，伊予林家的人真伤心啦。是我要去上林家的心，要是现在的我，还要在乎别人的心，我怎么活得下去？小鬼啊！我只有永远离开林家，我才能够活得下去。是为我好。哎呀，小鬼啊，你要陪阿爸度过这后半世人，阿爸当然是真欢喜。要不你就要想好清楚了，阿爸年岁这么多啊，早晚拢爱去。万一阿爸若是去了后，要你要安怎？敢讲你要一世人拢生活伫迄件代志的恐怖中，啊？卡叔若是要安尼，阿爸甘愿即阵甲你斗阵死，也唔愿你一世人拢爬袂起来。看小鬼啊！就啊，你都较早等下顾囡仔吼。好，阿爸。小鬼，你甲阿爸讲好话啊！小鬼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谢谢老天爷。专工带小鬼要来甲恁相识的啦，要甲阮相识？天妥啦，我是要带小鬼离开这个所在。小鬼，你要去哪里呢？你这样子先抛下我吗？容易呀，你卖逼小鬼好啊！小鬼今仔日肯跟我来。已经提出偌大的勇气啊！你敢知影？我就是我的小鬼，伊不眠不憋来离开恁林家，所以我才逼小鬼，伊今仔日一定爱来这一撮。我们大家好不容易等你醒过来，你终于醒过来，却还跟我们讲说你要离开我。你告诉我为什么？你告诉我为什么？有意为什么？有意，你为什么离开我？别，别啦，老爸，肯定你卖冲动了，舍不得离开我了，我没有办法冷静下来。尤里啊，你老爸是讲你老代志哦，我能哪讲啦？舍不得。
刚刚我很抱歉。抱歉的是，小薇，阿公是倒去对你歹，无你安怎要来离开阿公的厝呢？阿公，我知道你很疼我。素薇，你是我们林家的救命恩人，如果不是你的话，我们全都死在江先锋的枪下。不要再提他那个人的名字，不要再提，阿爸，阿爸。对不起啊，素薇，我只是想向你表明，我们全家是多么的感激你，我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我求你不要那么伤心，否则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自己的。素薇。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你以为我会嫌弃你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不是那样的人。你以为我瞧不起你？如果是这个样子，我可以把我的眼睛挖给你。你以为我会听你什么闲言闲语？我可以把我的耳朵割下来。如果你以为我会用什么话来刺激你，我可以把我的舌头割下来。如果我这样说都不能够挽回你，甚至不能够让你好好的看我一眼，我可以把我的心挖出来给你。六爷，求你让我走吧。我走，我才能无怨无悔地过我的一生。我的一生注定是悲剧，我从没带给你幸福，只带给你灾难和羞辱。让我走吧。不是，不是这个样子的。你这样说对你不公平。你能够醒过来，是老天爷给我最大的恩惠。你走了，会辜负老天爷的好意。你要辜负老天爷的好意吗？素慧，素慧，素慧啊，有爷讲的无唔对啦。今日咧发生这款代志，总讲一句，是阮失主意啦。这安尼生，要你若要离开这，就是表示讲你咧怪阮，你无原谅阮。唔才要离开，你唔通离开啦！你若走吼，阮规家口想看哪会足艰苦的。阿爸，我没有怪任何人，我只怪我自己。淑慧啊，林大官你讲的拢对，你考虑一下，阿爸赞成你留落来。淑慧，虽然我是你的婆婆，但是。我们一直都像好朋友一样，阿母希望你留下来，你若走，我是要安怎的？妈，原谅我。淑慧啊，阿爸真赞成你留下来。假使过一阵，你若真是讲要离开，阿爸才阁回来带你去，安尼唔就好啊？好，如果你真的要走，喝完我为你泡的茶之后再走。
大哥。刘毅啊！啊，刘毅，刘毅啊！爹，爹，重燕，阿爸，请你不要阻止我。我让鼠妹喝我泡的茶。大哥，刘毅呀，鼠妹放了会烧坏啦！哎呦喂，这烧的啦，刘毅呀，刘毅呀，紧扛的，紧扛的啦。为什么要这样子？难道你说不通吗？说通比不上心痛。快放下，快放下！你喝完我泡的茶，我就放下来。小慧啊，有伊啊，这个星星，你唔通离开啦。鼠妹，留下来吧。小慧，放下，你赶快放下，快放下。嗯，我永远再不让你离开我身边。就这条代志吼，你无关系啊啦！啊，真是的哦，小辉啊，阿爸无代志啊。要哦，小辉啊，开钱的代志，讲是智慧呢，不要紧啦。小辉啊，咱不要叫拢无代志啊。哎，过年阿妈吼，咱无大家同齐围炉，今仔日是团圆好日子啊，尽量应也免客气。大家哪样？哎，小辉，我一个干阿孙啦，有你做，等我来做伊的老母。阿公是真欢喜，望你最后好好给听着。阿公，我知影。淑妹，谢谢你。有意啊，以后小慧啊，都拜托你了。好，舅妈把你放心，我会用全部的生命来照顾她的。大哥，在经历过那么多事情以后，我原本以为你已经不再激动，不再疯狂，没想到你刚刚居然还掏心掏肝的给淑慧。面对你的疯狂，我甘拜下风。少年人哦，爱靠欺骗的，后日才会成大事嘛，啊？对，听到啦，听到啦，啊！你敢还阁会记的？少年的时阵哦，你上爱吟迄首，好听。男儿立志出雄关，思量不行，死不还。
天外啦，啊，你这手死也是你做阿阿爸家里的，你会记的袂？对啦对啦，我阿爸教我啦。哦，阿公，你少年时阵这么胖哦？我靠，哪里就知？阿公少年哦。我真怕哎！好呀好呀好呀！真好真好！哎，咱今日全家口会当团圆呐，这是天公伯啊，给咱斗保庇。对，所以从今以后，兄弟啊，爱好好孝尊敬，翁仔某爱孝体谅、孝疼疼，啊，大家来拍拼，安尼咱总有成功的日子，知无？在阿爸，来来来来，大家干杯！不要忽略我的爱，在我感到软弱的时候，不要忽略我的爱，在我等待。我等待你回应的时候。